谁？你应该喂。你得去说喂，奶奶。奶奶。梁浩辰呐。嗯。你找我干啥呀？吃饭。吃饭了。嗯，不想去。好。呱呱怪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浩姐，我们吃饭吃最大的肉多，吃完饭了。啊。开车出去玩去，没带我们。开车出去玩是没带你啊？啊。你下午干啥去了？我做饭的功夫你干啥去了？走的。上哪儿去了？去上姥家去。上姥姥家去了？啊。找谁呀？姐姐想我了。姐姐想你了。啊。儿子，妈问你点事儿。嗯。咱家这几口人谁眼睛最大？我。我嘴大大，你嘴也大呀？啊，你嘴挺好看的。鹿，对，牛肉，牙签牛肉，牙签牛肉，土豆烤牙签牛肉，红肉烤牙签肉肉，大家一起喝。对，大家一起喝，然后呢？大家一起喝。对，这个蔬菜是用来干啥的？是用来包肉吃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会吃了吗？是啊，会了吧？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卖包的小行家，不等天明去卖包，一边走一边教。今天的气温真正好，七个铜板就买两分包。学习呢？啊，你学习呢？啊，那你学吧，这样写。那头不能这样写。你不能低，太厉害了。这样写。再写个奶奶。啊，再写个奶奶。啊，写吧，再写个奶奶。再写个妈妈。行，再把你自己写上。写了。写了。啊，写完了。嗯。一。老师黄银明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绰号犀牛青青水，摩登登舞转几圈。歌里有太阳俩字的是哪个歌？台前的红照花对我笑，小鸟说喳喳喳，你为什么背小小书包？我去上学校，姐姐不知道。爱学习，爱劳动，对大家文人民一功劳。谢万九千呀！谢谢，谢谢，不客气。